Thank you.
我找你的脚，哎，一二三，哎，一二三，哎，一二三，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可恶，啊，不是，脚掌酒醉了哈，一定是，来，脚掌晕了。再一次，我再练习一次，你再练习一次，来，一的时候来往右边踩，好，来，一，二的时候来抬起来，好，左脚，二，三的时候是往前面踩，好，不过不要有压力哈，也可以的，来，一二三，非常好，来，慢慢的哈，慢慢往前走，好。你怕气球，所以你敢做吗？你不敢做吗？不太敢哦，那我可以做吗？他说可以，他们可以吗？他们是不行，他们是不行。他们等一下，确定关系是你们是夫妻，夫妻，他们是夫妻，啊、哦？我不说不行，不行哈。那还是请美女来做好不好？来，我跟你讲啦，彤彤告诉你哈，来，你们结婚多久了？二十年哦，二十年，非常厉害，一定很多恩怨。啊，咱那个是他女儿啊。恩先放一边哈，怨就从这一刻开始哈，你所有二十年的怨恨就放在这一刻，可以吗？可以哈。现场嘉宾给我们这位美女掌声，后来一二三，跳高一点呢。就从这一刻开始哈，你所有二十年的怨恨就放在这一刻，可以吗？可以哈。现场嘉宾给我们这位美女掌声，后来一二三，跳高一点呢。哇！压他了，好不好？来坐吧，好不好？来，来二公主来，请坐哈。我这样的公主，一定是一定是那样的呢。这个我没有套过哦，哈、哦。来，我今天我很大。他如果他是要那样的话，请你用你的熟悉部哈、哦，用力的给他刺进去哈、哦。没有刺的，弄破了。啊，弄破就好了。好，掌声送给我们这位帅哥，来，一二三，公主讲话了，在等你啦，一二三，是的，不要开，不要，没事，游戏而已，游戏而已。如果你自己放感情，你当然会不想开吗？你不放感情的话，那就带。如果没有破的话，你要带他回家。那待会趴在那边的会是我们家，所以一定要用力的、直接的，好不好？来，再一次掌声送给他哈！来，一二三，五、啊，哦，你住几号房？你住几号房？我都不好意思了，我看都不好意思了。哎，等一下，那个球。好的，来，超超，你要坐在那个板凳上面哈、哦。我们玩那个以前的游戏，都是什么爱的抱抱哈、哦。爱的抱抱。好，来，夫人，先确定一下你们两个的关系是。舅舅。啊？不是老婆，老婆在哪里？他要叫你舅舅。没有来，没有来，那可以坐吧？可以哈、哦。可以吗？好，坐铺就好了。当然对啊，用用舅舅有话说。哎，哎不要坐过来的。好的，现场嘉宾给我们这一对球场好，掌声鼓励来，一二三，看你怎么做。哇男生动作准备好之后呢，女生的膝盖哈、哦、要放在男生的手掌心，好一样哈、哦，看自己习惯，左右脚都可以哈、哦，可是是单膝哦，单膝，来，我先示范一次哈、哦，来，哎，准备，一二三，蹬上去，我们现场嘉宾掌声，一
不错的事，祝福你，谢谢。有点后悔。你要回去那边，来来，请回去哦。来跟大家报告一下哈，这个公主杯一定有它的危险性哦，一定有它的危险性。所以呢，我们一组一组来示范哈，那刚好就从我右手边好，来来，掌声欢迎我们的酋长哈，来，你到前面来，我们面向大家，这边这边这边，好，面向大家，哎，弓箭步先做好，哎，一定要就做出来哈，膝盖，一二三。非常标准，跟我倒数三秒钟后，来三、二、一，掌声鼓励。你常常在背哈，来，掌声欢迎我们的头目哈，来头目。好。一二三。非常好，来，三秒钟，来，三、二、一，掌声鼓励。一、二、三，一、二、三，你怎么也一样哎？三，来，一、二、三，一、二、三，四位帅哥可以吗？没有问题吗？没有问题哈。等一下呢，好，等一下我不要紧张哈，我会在旁边提醒大家。好，听我这边第一个动作，准备开始，抬左脚，抬右脚，来，抬左脚，抬右脚，左右，抬左脚，来，抬右脚，左脚，右脚，左右，左脚，右脚。停下来呀、啊！往前踢脚，踢左脚来，踢右脚，左右，左脚右脚左右，准备上前空，出来踢。这首歌呢叫做《高山青》，我们背上了一起唱哈，动作都一样，准备来，抬左脚，抬右脚，左右，左脚，右脚，来，我们所有脚你来一起唱。
Thank you.